参加完婚礼，每次好感叹啊，弄得我也好想结婚，好羡慕他们的这个神仙爱情啊。那个新郎是1995年，然后新娘是1994年，但是你看他们都结婚了，真的，他们选择是在就是有爱情的时候就结婚了，不一定就是没有什么事业，所以我真的好羡慕，好羡慕，不知道是怎么样才能够遇到这样的爱情。很感慨，很感动，觉得这种爱情，因为爱情结婚的这种事情，特别的浪漫。对，我也希望以后也能遇到这种，就是因为爱情结婚的这种人。네우리동생인데우리보다나이어린친구는결혼을해버리고맞아요저희는그러니까이제아마지금다정리하고그친구는이제알콩달콩하게이제둘이서있을텐데우리는지금이러고있습니다카페에서아슬퍼요어쩔수없어이게현실이에요오프시우리도파이팅해야죠오프시파이팅